台湾歌手韦礼安登记迎娶圈外女友，甜蜜透露太太没有怀孕。台湾歌手韦礼安日前才开完两场小巨蛋演唱会，完美的声线获得满堂彩，而他与圈外女友交往稳定，演唱会期间女友也在台下支持并表示喜欢房客这首歌。没想到近日韦礼安突然宣布结婚的消息，不少粉丝纷纷送上祝福。韦礼安在账号中写下，我结婚了，不想偷偷摸摸，但也不想高调张扬，所以选择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分享喜悦。由于我的太太是圈外人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一些空间，谢谢所有歌迷朋友一路以来的祝福跟支持。最后韦礼安还向太太喊话，未来的路还很远，让我们一起幸福地继续前进吧。据悉，演唱会期间，韦礼安曾被问到是否有勇气进入婚姻，当时他坦言已经有在规划，他还开玩笑说，还是我已经结婚，已经生小孩。讲完这句话后，韦礼安立即解释，表示小孩指的是新专辑《明天再见》。在官宣结婚的消息后，韦礼安透过经纪人表示，太太她没有怀孕，如果看到或拍到她肚子大，一定是因为她吃太撑了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当被问到是否有生小孩的打算，他直言和双方家长谈论过这件事，不过暂时没有打算生小孩，想来关于生娃一事还没计划，毕竟现在的他一心忙事业。